教人可是，这部电视台是很累，还有，累，老大大这些啊，这个啊，老大大这个拉伯乌呀，这大的努力把别人拉开比较，除了那些的领导呢，有些要不要你把这把，多你们要不就我陪他的，多你们你把哪个钱呢？累，要叫我陪他就有那一百个呗，你看这些可不累。哦，这个话讲不怕是不一样，你不想讲这个懒是懒的，有些怕的，累接不到人，你讲这个想说怕的紧，拉的紧，你哪来的呗？还想说吵吵吵不不想站在那块不，累然后去没有，还想站在那块不，不想讲讲怕是懒的，老的就叫你哪来这些个怕的？你不讲，先把这块打给你看下。对，那那得打开后，那得一下把布拉的切下来。我把这块给他来一点干，不要我去定给，切来定给，我不要定给有的。那加不到下个下个，弄来主要包干活，主要把包干里面还干的，那干的，那加不到也要干也不行，弄也干不粘衣服呢。那干的多的把它做了，作为。那一看人家看人家泥巴多，看起来蛮气，转来看他，哦，人家这个地方，人家看人家泥巴泥堆，我就感觉到你不讲嘞。人家不要我这个地方了，人家看人家泥堆堆好多家，俺把那些泥堆堆放放泥堆，哎，其实多看的房子，俺来人家想，你不住，你不讲嘞，讲不到人房，人家要在那里，我穿水大衣的房子不喽，我没有不喽，第一嘞。第二天我穿皮带，我去旁边那买脚链，那是怕买脚链，我穿皮带没有。来，伢的老婆切呗，回家下子看到你看他是切呗，这个切呗切呗。来说回来不回来啦？不回家不啊？干了干呗，先干了干呗，先干了干嘞，还是切呗？还有家，下不到老婆，我就看到呆呆，呆呆的回家不了，我就看，我就老婆不老爷，你不老爷我爷。我一样叫的嘞，老家老家的怕，还比那顾客老吃香不一样的啊，还难丢。那个你把不他的啊，把不他发的不丢了，那么干的，弄下不到。那些嘞，有的地方你都看得像样，一点一点。啊，没看过没有？想到这些就看。要是这样，那你们那个小商店嘞，我他妈使劲，主要货那些嘞，你拉过来看看啊。伢子弄一把汗脚，弄好脚油，弄好小把脚，弄一把汗巾一下，我要比起把老外在那弄好了脚油呗。那家伙伢子一下，那个老外在比没，我伢子就得加钱多钱，不要那块钱。弄这个队伍，弄一下，我要比起我们这条队伍干得好。那那个第二把干第二把，你干的你弄二拉面弄五拉面，我们一般大家都干得快。家伙叫那个。不给外卖这个跑到那边来叫到，人家那下比如你准备跑，俺是开好个公交车的嘞，就是你拉的，你不叫的，我晓得心态，俺是你准备跑一下，一下还会开给你，大一点跑，俺是给我到你开，你说这个跑了，跑到完了他搞活动，我气不赢，不像飞机教练都是今天跑的，哪里给我喊不像那个同干先干那些。俺们家就那些牛毛在那那里来堆开它，弄一下去就把它弄出来了。将来你要干别的，你在哪里拿吧？